我在这里做组织，而且党员是比较多，所以当然打组织呢，组织自然是一定要是要兼备的。可是文宣在也没有办法兼备。好，民调已经连任国民党。三立新闻，谢立文、王彦军，给我们到。跟妈妈问一下，台日关系哦，最近是不是生变了？日本上礼拜四下午，晚晚去报道，以那国党上空他们比较晚，区域交接，他们比较晚吧。国家主权外做出声明，表示对日方的决定感到遗憾，也不够痛。来 ，L。提出再有争议。来，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啊。不发电还有水，难怪这。吐出来给你看。不会啦，今天吃这个哈。还有，现在吃木瓜会不会不甜了？怎么甜？你看，嗯，吃西瓜了，然后吃木瓜就不甜了。莫乱带爹啊！哎呦，真小狗一样。你用叉子啊，不行用手，不行用。身上的粮食大概可以维持十天，如果股市持续的在下，没有办法修复电桥的话，恐怕。